今天我们来地里挖野菜，春暖花开了，地里野菜长出来了，挖野菜贴饼子吃去。过来，我干啥？要拍黄瓜。哪有拍黄瓜呀？都这个小圆叶的吧？黄瓜味儿。嗯。那你就弄一盘啊。等着啊。黄瓜味儿。黄瓜味儿。今天我们挖都是这种，这叫苦碟菜。好吃着呢，你看，多好！蘸酱吃是吧？蘸酱吃，到家。哎，给你来，搬兜子了。这是大自然搬运工。走，这俩不少了啊！这俩发现一窝呀！哎，哎，大伙儿吃过这种野菜吗？看着不起眼，也好几十一斤呢。这可是好东西啊！前头还有使这榨油的呢，来叫擦壳，看着啊，擦壳，咔！你瞅瞅，拽镖呢，拽我身上了。你瞅瞅，它都不掉，哎，还完了，找麻烦，哎，身上都是了。快给我拿着，你瞅瞅，摘下去吧。摘，来，我给你摘，来，拿着，还找麻烦，哎呀，这要找麻烦了，不中，拿着，拿着，哎，这是啥玩意儿啊？这可是好玩意儿啊，这两天可真没处找去呀，你看，这不大瓢吗？这两天哪有啊？这是二娃，那二娃蹦出来，瞎说啥呀？还二娃蹦出来，三娃呢？这个剪的枝啊，比挖野菜强啊！这给我装根，我捡溜拿走，瞅瞅，走了。慢点，慢点跑。我这老太太，捡饱了，捡饱了。把我奶捡的二票打开，手里边有葫芦娃吗？两个老式工具，待会儿有用过吗？这是快水的，还有快酒都中。不听话，来者，一人扣一个，挺好看。开回这宝贝，这是那个籽儿。好了，喜欢小峰视频的给小峰点点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奶，你把板干啥呀？给你20块钱，加油，跟我出去一趟，走。20块钱加啥油啊？那我做三包子，我10块钱都中了，那你20块钱还少啊？走吧，走。我的妈呀，来到底干啥去啊？这儿个有一小伙给我1000块钱，叫我给说媒去。哈，人家给你1000，你都给我20，你咋这黑呀？要不我那个也不白呀，我都不耐洗脸。哎呦我的天，这玩意扔半道上。冷半道上，冷半道还有的是车呢，还有票呢，有的是。走，慢我。那你等会儿我吧，我还没开车呢啊。别开车，咱们也不出庄，咱们都上前街。哎呀，在庄说这个。那可不，20块钱还少是咋着？那20块钱在庄说也不少。哼，走吧。这小伙多大岁数啊？23。23的家子着急了。那可不，人家他妈着急不是？他妈岁数大了。来，小伙看咱家谁了？看咱家那小寡妇了。哪小寡妇啊？前街的老张家的。都结婚那个？啊。咋还有孩子呢？那个他家啊？有孩子，人家打离婚了。人家那小子，人家都知道他打离婚了，人家都稀罕那个。这小伙结过婚吗？那小伙没结过婚。他找这个家中啊，还得找着人家离婚茬呢。更好，还听话啊，条件低。那这女的岁数不小了，那女的岁数不小了，35了。他们家那小子都上初中了。哎呀，那家大一轮子还多呢。那可不，人家都图大的会过日子。是那家吧？是，走，进去。那你去吧，我都别去了。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吧。回了，太太。回了。咋谈呢？咋谈的？人都要10万块钱，没啥条件。要10万块钱？对。哎呀，要那样说家我还是娶你孙子媳妇我还赚了呢。你孙子媳妇一共才花3万多块钱呢。那跟那年头比不行，这都中了，我给这小伙打电话啊。
这都他俩相认都相妥了，都中了，没事了。大伙儿感觉女方的条件高不？好了，喜欢小峰视频，给小峰点点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啊！